以前一说到要抠图，就会觉得是个烦人的工作，现在只需依靠人工智能就能轻松完成抠图。我要给你介绍这款轻轻松松几秒钟就可以完成抠图的 APP， 它就是 Photo Room， 它的网页版可是免费又不带水印的哦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示范。首先先到应用市场上下载 Photo Room， 无论安卓或 iOS 设备都能安装 Photo Room， 到应用市场上下载就可以了。我会用 iPad 来做演示， Photo Room 已经预先安装好了，直接打开，然后点击 Start from Photo， 然后选择准备要去除背景的图片，选好之后马上就会开始抠图了，很快就搞定了。然后你会看到 APP 里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背景，这还可以修改字体和背景图。字体颜色都可以修改哦。完成抠图后，还可以保存起来，但是因为这个是免费版本，所以保存下来的图片左下方会有水印，个人是觉得不太碍眼啦。这就是水印的位置。如果水印对你来讲很大问题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购买这个付费版，每个月只需马币 38.90。 最后 Photo Room 还提供了网页版，而且保存下来的图还不带水印哦，只需打开 Photo Room 官网，然后点击 Background Remover， 然后直接点 Start from Photo，选择要修改的图片，然后系统马上就会进行背景去除了。网页版的只能为背景更换颜色，或者制成透明背景。保存下来的图片是不带水印的，非常方便实用。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